哎、欸，给你是台剧资讯吗？目前还没找好店呢、啊，反正女主播会去找。哎呀，23号晚上吃晚餐时段吧。积分造型，我有资积，我有资讯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嗯，很尴尬，怎么办？我会讲笑话吗？不会啊，我一句话都不会讲哦。就让我们一起尴尬到爆炸吧！我可是一句话都不会讲的、哦，甚至我可能不会到哦。你怎么知道我会到？有可能会，有可能不会。不一定，不好说，不确定。大家一起装酷，超酷！如果我有在名单上可以讲2个小时的好拿宝冷笑话，你现在成为最爱还来得及哦。差低，现在当最爱还来得及哦。我先看一下那个吧，先看一下有，因为有些人是不确定的，他会不来也不确定。他如果有第一批被选到的临时有事之类的，那我们再另外选人呗。没关系，女主播有到就好。我像是这样的人吗？就很奇怪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明明我就完全不是这样的人。有年龄限制吗？我就问你几岁？不可以，聊天室不可以，不要被主播钓鱼了。会数的，会数的，冷静，冷静。三星亚索，三星亚索啊，为什么 SOP 这边就可以三星啊？我的亚索呢？
哒哒哒。What about me? 想想 Dish Soap 会怎么做？想想 Dish Soap 会怎么做？哎呦，拉负三了呀！感谢 Little Red 的0921。不用。真的要转了呀。是我玩的不好吗？哦哦Say yeah.怎么那么多耍飞哥？这是什么图？为什么我看起来很 rich？ 河蟹，河蟹水坑来着。他会骗我吗？果子哥会骗我吗？果子哥，小呆瓜。
那三大也太多张了吧？耶、yeah!！如果三大天选，我选三大算了。就差你一个，全身金光，全身金光，但我还要再抽一个出来，还行吧。问号。又问号了，我抽了10000块呢，还让不让人玩游戏的？这样也要问号？我接受不了一点。要交朋友吗？交朋友时间，这朋友我交定了。我们还交到另外一个朋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喂喂喂，为什么5张三大你还是三大三了？我接受不了。不像三超粉，把你抓上去上吗？把您丢上去吗？请问，爱这部
还要再等20天，明天半夜 PB 就上了，不用等那么久。耶耶耶！但那个上限是比较高的，对啊。三星艾克。装备全堆。可以上我这个的，艾克有机会三，战争财宝只会打小 Nico 出小 Nico 的话，后面有机会捏个艾克的三。啊，杰奥怎么摆位啊？啊，杰奥怎么摆位？坦克顶节点上吧。会输出顶跟结战同边，说不给 IE 吗？不给啊 ！IE 没跟正义打到，很烂的。拿出最好的三件就是这个，四好的话应该是 GAIE 正义吧，最好的三件是长这样。亚宁应该可以用到顶，后面有跟基亚娜打到那个，这个就不追三了吧。GA 不是天使甲吗？以前的这两件是做天使甲，后面几个赛季改成夜色，但大部分的人，包括我还是很习惯说 GA。
夜色的英文缩写是 Eon， 还蛮多台都把它叫成 Eon 了。武器跟正义搭在一起才会有比较高的暴击率，比较容易爆。不然的话，你不暴击，你不暴击其实，你单纯出 IE 的话，比较不容易暴击出来。今天会有 S11 的 PBE 吗？不会，明天半夜才会上线。崭新艾克是提升了，这一支后面要换成吉亚娜的。二星卢仙这么牛啊，有机会钻进去吗？不要被溜空刀。反正看大主播开就知道 PB 开了，还真是。哇哈哈！周去玩不到 MPB 吧？甲减会玩了。甲减。亚娜呢？什么都没有，也不算什么都没有了。
有二星这个吧。那卡伊的位置不对，欸，吉亚娜吗？再给呗。我就推两件了，哒哒哒哒哒，还是有一件是我的战争财报打出来的，也有可能。哭啦哇！
小雕雷文来赢的。雷文打零食物嘛，我打得赢吗？最好的法爆凯南，完全打不赢，活下来 ，TD， 看一个 TD 转，有是有，但有用吗？没有双 TD 转。外边看看吧，是谁在 C？ 又吃啦！谁在 C 啊？又又又又吃了呀，那是第二踹就直接把雷文踹烂了吗？还是开营一星开营再 C， 这就是铁拉拉吗？